不过呢，警方发现居然有贩毒集团竟然仿效老鼠会的方式，一个拉一个，而且以这个毒品控制酒店少女，其中有一种叫做喵喵的新兴毒品，据说毒性强，易造成幻觉，在欧洲已经传出很多死亡的案例。好，这两个是你的吗？哈，对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就这样一个。拿着名牌包，穿着名牌 T 恤，男子看起来年纪轻轻，却是贩毒集团首脑许定凯。这些毒品都是他卖的，一个拉一个变成老鼠会。被逮捕的时候还嬉皮笑脸，跟警方耍嘴皮子。后方有三名女子，平常在酒店陪酒就被喂食毒品。这种新兴毒品叫喵喵，有胶囊粉末状，服食的时候容易造成幻觉，甚至死亡。在英国和欧洲就发生多起死亡案例。眼镜蛇了，这种很多颜色的叫眼镜蛇，它样子像摇头丸，会造成幻觉跟兴奋感。北市西区宪兵队破获这处民宅，逮到贩毒集团老鼠会和它的下游毒虫，起初满桌子的毒品，赚来钱全部买名牌衣和名牌包。贩毒老鼠会让主嫌赚很大，却还是逃不过警方制裁。中立新闻谢凯轩、黄建伟台北报道。